现在还是敏昭还跟我们同一个房间，一直找我，一直不愿意睡。现在我们来叫他起床了，哈基米，哈基米，那就说，干嘛？好吧，不要摸鱼啦！你没看见我徒弟在干活吗？这个是谁？今天终于结束了。哎呀！看见你了，屁孩！哎呀！哎，乐宝在哪？哎！哎，乐宝。
爸在哪里啊？大宝在哪里啊？看不见了，看不见了。哎，大宝你在这里啊？谁家小朋友生出来了吧？悠闲的下午，父子时光，喜欢的呀，是不是？嗯，奶奶是不是？真的搞好了。你们怎么这么搞笑啊？好像在偷吃一样。偷吃，你有没有偷吃？看你的嘴巴就知道你偷吃了。爸爸，啊，嗯，哇，好棒啊，爸爸！不吃这套了。慢慢吹一下好不好？啊，特种兵吹哨子。舒服吗？你要爸爸跟你一起做吗？你要爸爸跟你一起做。嗯。啊，好。佳佳。我可以做。你们一起做。我们茶话会好不好？你还想靠背？啊。然后你拿这个给宝宝玩。还有这个西兰菜夸头。先放在这里。最近爸爸很喜欢绿色的东西，不知道为什么。他喜欢一切绿色的东西，但就是不喜欢吃菜，是不是了吧？嗯，你要开音乐是不是？嗯。